华哥、佳琪，老师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在旁边看了一整夜了哈，对，是准备要跟我们的杨倩石来争夺这个卫冕权啊，没错，这杨倩石是92.4哦，对，算高的，对，很高。那现在刚观众朋友赶快投票了，也是一样，从那两位票箱会抽出胜利者的是获得3000块的奖金，是，而且也同样会加码送出3位幸运得主，可以得到我们的娘家益生菌。是，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天真》。真的，未免者好天真哈！一起来欣赏《天真》。早晨，爱你在黄昏，我无时无刻无所不能的为你耐心的等，等你来疼。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。火热的心吹不熄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。我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想你的心，想你的人，想你在早晨，想你在黄昏。我无时无刻无心无魂的想你，我也依然我是认真。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，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。火热的心吹不熄，风吹不冷，只希望能和我共度一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被爱没天分。我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被爱没天分。我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今天这个舞蹈光看，而且你的歌声是蛮饱足的，不是说因为跳舞忘记什么或声音变小，没有、哦。
我看你企图心思，经过上次吓到的那几集啊，嗯，现在就是稳住，要黏住那个椅子上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觉得明明是慢版的歌，然后还可以配上这么复杂的舞蹈，却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是，其实我觉得每一位选手很感谢评审，还有瓜哥、佳琪，还有观众朋友们给我们这次好的压力。嗯，那我们不断地去想，那我们不断地去进步。不是，你真的要感谢名师。你以前我认识的你，跟你们是肢体障碍，你今天一跳到这样子。真的不是靠那个什么武力全开，你没有今天的。讲我讲实话，还有你的努力认真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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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倩石来，今天呢是棋逢对手，两位站。